鲜温泉呐、啊，抓住了。还好没有订这一间。鲜东阳馆，哇！这是一间目的地附近的小餐厅。这边蛮多的、啊，这边有些可爱的。这是温泉街啦，温泉你看，哦，拢温泉饭店，哇！然后这边也是可以走走。对，云仙温泉街。然后来这边会有一种熟悉的味道，住北投的都会有熟悉的味道。我们已经没什么感觉。对，皮康太平。这间白色的呢，是大名鼎的侯新东亚的借温泉。看了不，地热骨高啊啦，哇，硬啊！哎、欸，你看哦，哎，这边哇，北投地热骨啦，有无？哦，而且这个是硫磺。硫磺哎呀，跟人家同款哇，哎呦！哦，然后我们吃饭完就来走一走，我们吃饭完。哇，这里都是枫叶啊！你看，哇，这个房子好漂亮，你看它像欧洲林，尖房子。热谷啦，跟我们北投同款的哦，云仙，哇塞，哦，地热谷来啊啦，咱北投这个嘿啊，哦，哦，家乡安尼吼，已经拍好了，哎、欸，给您录影啊，哇，你看，哦，哎，哇，你看，哦。在雾中啊，哇，云雾缭绕，这就是云仙温泉区了。哇，你看，哦，好来啦，哇，天哪，哇塞，云仙温泉的这个。看来山顶偌水嘞！哎、欸，我们今天住这里的。哦，这样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哦，这最高级的了。这家你也订得到？哦，你唔知啊？对。哦，哎、欸，他，我说完他，再加上两张机票。他在前面等我，你看，我已经报，就马上报，他已经都是完全付完钱了。
塞，我会使看到迄，你看，哇，漂亮哦，哇，赞啊，给的给的哦。这是我们饭店的后院，你看，那个温泉冒出来，你看那山坡上，哇，多好看啊！哇，有黄有，无敌山景呐、啊。会席料理。然后回家还是回去再喝好不喝酒。这个是稻穗，然后去像爆米花一样，让那个米爆出来，嗯，好香哦。汤啊，嗯 ，OK， 哎、欸，喝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虾子剁成泥，再加上松茸的清汤，然后它里面还放了那个汤，好香哦！对，哎呦，清汤怎么那么香？超清汤的、哦。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这有一串花很漂亮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这一串花是洗手的花，他说风味很好，把它放到酱油。啊，酱油，对对，这个我吃过。哦，对，然后呢，这有一片黄黄的，有对对对，这样那个是小玉米的，小玉米的那个芽，芽，小玉米的芽。哇，哇，今天的生鱼片，这个半块就是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香味，比目鱼，鲷鱼，它会有一个香味。哎，这边有听到吗？嗯。切片，然后这个面呢是用岛原的面粉，曼加利摩的面粉、全粒粉做的意大利面，然后它的酱汁用那个石螺的叶子去打的酱汁，非常的香。那石螺台湾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叫茴香，我更了解。哦、茴香。对。然后就是春菊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我们冬天吃火锅常常会出现的那个。哦，当喝没有问题。你们终于要再听我讲了。来来来，大家举杯子来龙眼的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小女真好。来看看，我有管理无啦？这桌有管理无？一百分，管理啊。真，哎，感谢你。其实这届我无啥参与。因为我禁止他看啊，不然来都。这个呢，这一杯新的啦。这个是叫你放下筷子要休息的点心。哦。然后呢，它是很浓的焙茶做成的碎冰沙。哎呦，碎的。对。哎、那因为等一下要接着那个肉料理，所以呢，吃了这个之后，你的味觉重新调整之后，再去品尝长崎有名的牛料理。OK。很香很浓。赞。哦。这是什么骨啦？这个是长崎牛，然后是特别的部位，然后比较多那个油脂厚度，然后配上它这个特制的胡麻
红萝卜特制的酱料吃，会很香。然后他刚刚有特别推荐这个他特制的酱料，胡麻红萝卜酱。特制的这酱料呢，等下配白饭非常好吃哦。OK， 来，可以摸摸一下，有秋葵的，很特别的啊。甜甜呐，泡麦季节水果。地瓜。然后这个饼，我就爱吃这个饼，它里面包那个，哇，太好吃了！哦，还有吃早餐了，哇，昨天丰盛的晚餐，今天丰盛的早餐了。葱油上酱油。